干嘛？等会儿。没有事儿，你等会儿。下个月想不想出去一趟？好啊，我们去哪儿？我听说有个地儿叫关渡，还挺好。有很多活着特没劲的人，最后都想去那儿。我有个朋友去年差点死家里，到了那边之后，一切都好了。其实和你的话，去哪儿都可以。但我是个废物。我总是让你失望，每一次你都选择相信我，我却总说着口是心非的话，抱怨所有事。就和你怀疑我出轨一样，我们都知道那并不存在，但我也没怪过你。所有那些你看不惯的事情，也并不是你的错。可我总觉得我们这样，像是在这儿苟延残喘。你也没什么理由一直在我这儿浪费时间。但是。我不在乎啊。看到你不再走了，我弟弟也跟他上车走了。你去哪了？我不知道我去哪儿了。他刚走不久。我没看到有车经过。有的，我们这车走不了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等你。我去找武器了，没有办法，在原地找了很久。你不问我发生什么了吗？你发生什么了？杀了那个司机，为了给你报仇。
记得上快乐的代志，是你上快乐的代志。See you.